款麂皮外套一样是软料薄款单层的，里面一样滑滑的。这件没有口袋，可是它是做一个很可爱的假口袋的外车线。好，再来呢，扣子啊，我就很懒，所以帮大家选的是这种嗲嗲扣。而且有没有看到上面是做这种，它不太会掉漆，它是这种压颗粒式的扣子。然后整件呢，它其实不长也不短，它其实算是正常衣长。再来呢，手袖一样，也是这种啪啪扣。我觉得这件衣服最漂亮的地方是侧面欸，我觉得是侧面。好，然后一样哦，在GN的衣服的夹口的位置都特别的宽大。我现在已经是穿长袖了，那各位如果未来再冷啊，想要加一些帽 T 什么的，这些都加得进去。它质感绝对是高规格，而且手袖还要帮你抓皱，绝对是软料高规格的麂皮。它是有点天空蓝的概念，那因为麂皮的关系，把这个色泽我觉得做得更有质感。我觉得这个是女孩们很爱的，对，就是百搭颜色，很容易好搭衣服，你不会出错。而且因为它是短版的嘛，然后它又做到那种宽松，但是又不会觉得很拖拉那种感觉，就是非常的刚好。然后我觉得最好看是侧面，侧面我就好喜欢那个侧面小飞鼠，就是小落肩飞鼠的感觉。第一个是让大家空间感很足够，第二个是真的视觉造型感非常非常的 fashion。